一系列活动，我只能说你们就是幸福的人，因为我们桃园市政府呢，桃园市政府文化局，桃园市政府这个艺文设施管理中心呢，就是让大家这么棒，可以免费听音乐，而且我们把全台湾最厉害的团都请来，对不对？包括你们的，没有很，哎哎哎，你不是他们人吗？我不指到你们就要嗨一下吗？是不是？一个人五十的走路工，哎，哦，现场越来越多人，如果可以的话。告诉大家，现在免费的冰淇淋可以吃，你赶快去闯关，闯过四关，后面一吃冰淇淋，你看阿妈吃的多开心，你看这位小少女哇，吃的很开心，一边吃冰淇淋一边听这一些原创音乐人的音乐，这个是世界上最开心的事情。所以如果说你现在想觉得好的好的，赶快去后面闯关，闯了四关，我们就一吃冰淇淋让你。你们刚刚有吃冰淇淋了吗？啊，好，他们太衰，好。好，你们可以先的换冰淇淋。如果你觉得热的话，你觉得你的现在这个听音乐的欲望非常强烈，全身热乎乎的话，有扇子送给大家。这个扇子呢是配合铁玫瑰艺术。